会不会有很多人想请你吃辣炒海瓜？我想请你吃辣椒炒海瓜子。周丽缇30日为拍摄广告来台，桃红色大胸 V 还晒出美腿，这么会保养又这么爱孩子，与老公何时才会再生一个 baby 呢？都想要一个很健康的宝宝嘛，对。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在家里自己男生很孤单。你老公就是怎么样跟你？这个你可以用我医生的电话，你可以，他可以叫你，你想要孩子是吗？我可以叫你什么呢？女生真的太 sweet 啦，但是更 sweet 的当然就是她前阵子帮助李圆梦带她去杰伦的演唱会喽。既然如此，会不会有机会找杰伦合作电影呢？我觉得都好啊，是不是想啊？为了我的小助理，是不是？天哪，做女生的小助理真的太幸福啦！现在娱乐台湾报道。